下列两组数哪一组数互质？我们要找互质的数，我们要先记得互质的定义。第一种说法是两个整数没有共同的质因数，另外一种说法是两个整数它的最大公因数是一。这两种情况之下，我们都可以说这两个数互质。所以我们先来找看看27和21有没有共同的质因数。首先我们把27做质因数分解，27做质因数分解的结果是3乘以3乘以3，而21做质因数分解，它的结果是3乘以7。我们看一下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质因数3，而且它们两个的最大公因数也是3。它们有共同的质因数，它的最大公因数就不会是1，所以27和21没有互质。同样的，99和100我们一样来做质因数分解。99做质因数分解的结果是3乘以3乘以11，而100来做质因数分解，它的结果是2乘以2乘以5乘以5。我们也可以看出来，它们没有共同的质因数。没有共同的质因数，它的最大公因数就会是1，符合互质的条件，所以99和100有互质。